法上面去做思考，非常感谢。好，来请。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报告书的439页跟报告书的51页这个之间的关系哈。那因为我们一般在做文资指定认定的时候，我们会先做初步的，就是可能有比较当时还没做调查研究之前所认定的对象。那我们经过就是这么厚的报告书，这么详细的研究之后呢，在439页这一边，其实有把 A B C D E F 的年代都给认定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果。那可是如果去比对，就是这一页跟51页，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前面 A B C 除了25号的那一栋建筑，就是我们的主建筑物之外，那个B 或是 C 的建筑物其实并不在我们之一页的具有文资身份的这个范围里面。那我认为其实透过这样子的建筑研究之后，其实应该要对当初所提的范围提出检讨。那就诚如刚才薛委员所说的，我们这个调查研究完了以后，我们的对象物不应该是只有那个25号那一栋，而是应该从全区当初作为工业，那是做什么？工业研究所，甚至于之后空总，它的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的机能，除了办公之外，它应该更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从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思考来判断，这个调查就做完之后，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做补充？比方说，就是我们现在51页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周边的小小小小的这几栋，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增加我们要保护的对象？那这些对象呢，在现况调查里面，其实现在虽然都有编号，可是会发现这个编号是跳的。那为什么是跳的呢？是因为我们其实只做现况调查部分，我们只做就是有文资身份的。可是其实我们既然在前面的历史爬书里面做了这么多，比方说15、36、37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值得在里面被追加？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被讨论哈。所以这个区域里面这么多栋建筑物，除了我们之前有文资身份之外，其他的建筑物接下来要走文资还是要拆除或者怎么样，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被讲清楚哈。这部分请补充，谢谢。好，谢谢黄委员。有要说明吗？好，如果有要说明，抱歉，请。对，非常谢谢各位委员，然后简单那个回应一下。那第一个，薛委员建议，好，那就是说文化资产价值，我们在第6章里面有，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遵照薛委员刚才的建议，回去再做补充。那么包括那个 Bay Window 的成因，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去都会再做进一步的这个部分的理解。那么郭委员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的状况是，文化部他们其实有委托另外一个团队在做全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规划。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不能置外于这个规划的范围，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在那个整体的规划报告书里面其实也有。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回去会再跟文化部再确认，会把全区规划这个部分是不是适度的部分要放到这个报告书里面来。其实之前都有过协调，那么只是我们可能里面并没有讲得非常清楚，这个部分我会再做补充。那么黄委员的意见就是也是跟刚刚类似。那其实我们原来的报告书里面跟文化部的合约里面有一个附件，其实每一栋建筑大概都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理解。那只是在这个里面，因为它并不是属于这个那个文资身份的范围，所以这个附件没有放进来。那当然如果委员觉得我们需要放进来，我们可以再把它放进来。那至于说目前并没有文资身份的那其他的建筑物是不是还有那个文资的价值，这个事情可能会比较知识挺大，这个部分回去再跟文化部再做进一步的讨论跟确认。那这个部分也会依照我们的建议，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后续的再提出来。谢谢。好，谢谢。好，来那个田部。照规定啊，同意地号里面所有的建筑物都要检讨，这个才是那个正确的那个写法，所以还是建议要放进来。
好，谢谢。那如果委员没有意见，我们就开始进行投票。历史建筑福兴宫扩大定着土地范围审议案，请说明。历史建筑福兴宫扩大定着土地范围审议案提请审议，依据为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八条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情形，本局于104年10月18日公告登录福兴宫为本市历史建筑，定着土地范围为文山区西门段一小段24D号股份。公告资料请委员详见附件一。二，福兴宫管理委员会委托江龙玉建筑师事务所于108年12月2日提出申请，将福兴宫新蓝色建物纳为再利用必要设施，并扩大定着土地范围为文山区新楼段一小段24、25、26、28、29D号5笔土地，经查前接五笔土地所有权均为福兴宫所有，将荣誉建筑师事务所来函及土地所有权资料详附件二三。三，本局于108年12月11日邀集文资委员张天全委员、刘淑英委员、邱如华委员、张村政委员及萧碧雪委员请假，召开历史建筑福兴宫扩大历史建筑定着土地范围专案小组现场会勘。会勘结论略，经出席委员之同意，扩大福兴宫历史建筑定着土地范围为文山区新农段一小段24、25、25-1、28、29D号的五笔土地。本案将续行提送本府文。五级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考古遗址史迹及文化景观审议会审议参考。扩大定着土地范围及新蓝色建筑位置详附件四，会勘记录详附件五。108年12月11日会勘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原则同意申请范围，但需补充讲堂及
置历史资料与定夺土地之关系，加强文献历史调查。二、扩大范围，除为历史建筑外，还在利用规划必要设施，且承载民国46年及美国小创办新的分校时，借用作为教学教师之历史意义。其他补充资料、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经委员详补鉴定。这是104年公告时的地籍图，红方为24D号，绿色部分为历史建筑本体，为通小段68D号部分。这是568D号的测量成果图。然后这是扩大之后的历史建筑复兴公定夺土地范围为蓝框内范围。那104年公告之地建本体为绿色。本案的西南侧建物为橘色条纹建物，请委员参考相关位置。那这是现场的环境照片，那此为建物外观照片。它是西南侧建物室内照片，那这是当时教室用的展台。那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请委员详参补件。说明子办一，你请同意变更历史建筑福兴宫定夺土地范围公告事项如下：一、名称福兴宫；二、种类为寺庙；三、位置或地址台北市文山区福兴路5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夺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福兴宫及戏台建筑本体，建物为文山区兴隆段一小段568间号，该笔建号面积为197.19平方公尺，建筑物坐落土地为文山区兴隆段一小段24、25、25-28、29D号的五笔土地，实地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变更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未立历史建筑福兴宫整体有效利用与后续管理维护，扩大历史建筑定夺土地范围；二、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方法办法第2条第1项第3款登录基准；二、西南侧建物可为本历史建筑再利用必要设施，可与后续修复及再利用规划使用。三、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今天是要林委员先来表达，是吧？那个建筑师有补充？有补充，好，来请。是，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江王玉建筑师事务所江王玉。跟各位简单扼要报告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委员要求所要补充的资料内容，主要是针对土地范围，我们会做一个详细图面跟建筑物关系的说明，那以及它目前的使用、过去的历史跟将来希望使用的方式。以这个本来公告的范围的话，土地是只有红方的24号D号一笔。但实际上它在定夺土地刚刚有不同颜色的显示，实际上跟庙方所持有的土地范围是有出入的。那以这个我们目前左方看到红色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那个土地，其实那里面蕴含了3笔很小的地号，那比较大的梯形的那块红色的是另外一笔，所以总共加起来应该有5笔，不是原本申请的24号一笔而已。那其上其实有在这个定夺土地范围内有包含一部分是稍微突出去林地的范围，我们有在报告书里面提到说建议可以考虑部分予以拆除，但是在应该属于我们庙方本体已经持续有历史价值意义的持有的土地上，包含刚刚这个图面左上角有一个小小三角形，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在利用必要设施的建筑物里面，并没有越界的部分，这3块是我们的地号，属于庙方所持有。所以在这个范围内，我们目前建议是
保留着既有的再利用必要设施之外，因为它已经有漏水，而且离本体正殿非常的接近，可能需要有一些修缮或者是微调，让它不要万一有一些倾倒反而破坏到这个历史建筑本体，所以它可能会有修缮的必要。那这是现况的户外跟室内的照片，其中最重要有历史价值意义的是，它这个在民国43年到现在一直保留着早期附近小学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所需要教室就来借用的一个临时教室的讲台。下一张，它从第一届到第七届，像现在我们这个历史照片背后的这个建筑物，就是现在讲台位置当时的屋瓦的现况。那下一张，但是现况其实跟它整体的庙方的营运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个空间它作为一些绕境收纳储藏他们祭祀活动用，那也偶尔会在这边有一些活动祭祀活动发生。那现况我刚刚讲有需要修缮的，是为了将来他们还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在这边办理。那整个这些土地跟这些建筑物，他们已经准备就是临门一脚要申请财团法人，把它变成是公有财来作为一个营运的空间。那将来除了刚刚讲的收纳储藏之外，他们还需要这个整个委员会所办理的办公空间，那也需要一些厕所的修缮。那其实在整个空间的运用上面，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年都发出非常多的附近临近青海奖学金，那也提供一些老人的托老跟需要共餐跟同餐的这些空间。那发这些奖学金，他们也希望能够让那些学子们来这边饮水思源，知道是社区的贡献，所以最好能够来这边颁发这些奖金，所以需要这些空间的修缮。所以结论上我们有两大点，第一个是希望更正它的土地范围应该为5笔，第二就是希望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空间经过修整之后，可以让他们好好的作为一个再利用的空间。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列席的哪位要先来做发言？好嘞。主席、各位委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庙福兴宫和附近的清泉祖师庙负责人是相同高昌林先生。那我们这个庙多年来持续的就是说做这个清寒的救助，那像透过学校跟里长每一户呢，我们都支持高5000块钱。那所以像最近过年前我马上就要发。那这另外呢，我们福兴宫这个地方呢，因为附近社区老人很多，所以呢我们未来重点是做这个老人他们的日常的可以来这里活动的一个空间，甚至我们要提供他们的独居老人的供餐。那所以呢这个我想在这个庙修建进行差不多快完成，完成以后我们呢就要登记为财团法人。我简单补充到此，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啊，你的做的补充。那苏里长要补充是吧？好，请。各位主任委员还有各位委员哈，我是福兴宫的副总干事，也是当地里的前里长，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报告一下我们福兴宫哦，因为哈、哦、在各位委员这个上次委员评审时候有人指导，希望我们有这个机会，那我们这个历史建物的必要设施能够让它完成，让我们有这个这些。主委跟各位委员、管委会能够有继续哈、哦、发扬光耀啊，这个写故事跟社区邻里还有这个学校共同来让我们的光耀文化是一个端正社会风气跟这个协助政府做公益的一个地方啊，谢谢，报告完毕。好，谢谢苏里长，我看今天。好多位里长都来关心哈、哦，这个洪里长，还有张里长、许里长，有没有要补充？好，没有啊。好，来请问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
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开始投票。好，本案有关历史建筑福兴宫扩大定着土地范围审议案，那么出席委员十一位，那么同意的委员十一位，所以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数。我们同意变更历史建筑福兴宫定着土地范围。好，谢谢大家，下一案。审议案四。大安区和平东路三段二月二巷三十九号、四十一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请说明。法院据《文字法》第十七、十八条，土地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之入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办理情形，本局于2018年6月24号接获民众申请表，经查本案建筑在三十九号部分为本局自行补偿列册的建物。然后本案的地址为大安区和平中路三段二一二巷三十九号及四十一号。那今天开始地籍图套位，这本案更正为坐落的土地为本市大安区和新泰段三小段三九二、三九三、三九七、三九八地号等四笔土地。经查前，请看土地内无建号登记。然后本案于2018年8月15号邀集委员召开专案小组会刊，会刊会已经委员综合讨论，初步认定具文资价值。当日的审查意见摘要如下，然后请委员参阅。在其他补充资料部分，专案小组的会刊照片与附件五，价值评估报告如附件六。然后在本案地籍图的部分。然后这历史图第二部分，然后这是建物现况的照片。然后本案申请的部分是39号跟41号，在箭头黄色的部分。然后这39号建物及41号。然后价值评估报告的部分，坐落土地及面积这边。这边地号392，它是那个珠山，393、397这部分是道路用地，398部分的话是那个珠山用地这样子。然后现况概述的话，目前三合院有格局，然后现有人居住，然后屋顶有部分漏水及白蚁蛀蚀的部分，49号部分有一些后期改建。然后这是价值分析的部分。未来保存及管理维护的部分，现依文资法规定，文资应由授权管理人、使用人予以管理维护。外有保存户的部分，建议由土地建物所有权人提向审议委员会说明，指定登录的范围影响评估。法案如果经登录为文化资产，后续保存不涉及修复及再利用事情的话，请依文资法规定提送计划与本府文化局审查，并其保存范围临近基地有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且符合文资法细则22条范围条件者，然后依文资法34条规定提送相关计划送本府审查。
然后米办的部分，提醒同意登录大安区和平东路三段二一二巷39号、41号为历史建筑，名称六张犁高市古厝，种类宅地，位置及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三段二一二巷39号、41号，历史建筑及其所登录土地范围及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大安区和平东路三段二一二巷39号、41号，然后建物部分无建号登记。建筑物坐落在土地范围在大安区辛亥段三小段392部分，然后393部分、397部分及398部分等四笔土地，实际的保存面积以范围实测数据为准。然后登录的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本建筑为安溪大坪高氏家族移居台北的见证，三合院格局的传统住宅建筑构造反映了泉州安溪地区的特色，两跳斗拱出檐，正面无退缩之凹秀，燕尾式屋脊，外观皆可见之特色。建物现况仅以正堂保存较完整，部分砖构造，部分墙面保存清代土角砖土及墙泥之材料。原为正身七开间，互笼五间，正身以民间次间、稍间以暗廊相通为防御设计，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二三款登录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且审议决议将后续办理。三、大安区辛亥段三小段392、393、397、398地号是办理保存范围面积测量后，依实际测量面积进办理公告，是以上。好，谢谢。还有检方吗？没有。好，这边请授权人。好，要表达的是这边 OK 那个。登记的是高姓，有四位登记。四位登记，好，来依序来位置。第一位是高吕素琴。好，来。他应该没有到。没有到。高阳淑琴。那我对对对，那我想要待会先保留，让他们还是我可以先发言。可以，没关系。那我们先保留给他们。好，来，请那个发言的哪一位？下一位高国华先生。好，高国华先生请发言。